姐，来两个饼，加蛋加肠上啊。干啥呢？什么呀？你说咋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？你说给我下来！我操你！别碰我！你他妈不是吗？怎么了？警察上场！我操！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小手术盒，请您收下。以后这就是家了。平白无故带个傻子回来，他帮过我。他有困难了，我必须得帮他。脑子有问题，你给你家来干啥？我不能丢下欣然不管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听话！就咱们那个家，你搞什么孽了？我是爱欣然，如果他好不了的话，那我就一直伺候他。那是着火了。这个媳妇儿不能要。你们好好照顾欣然啊。只要他能忘记我，正常过去。把这个没文化的土包子配不上他。欣然不见了，德水，欣然，欣然。欣然他受了刺激，神志不清，连亲人都不认识。我看他对你有感觉。吴小姐以前帮过，现在他又难了，这点忙忙不帮的。以后这就是家了。平白无故带个傻子回来，他是我恩人，他有困难了，我必须得帮他。玫瑰，这说明他的思维已经好转了。结婚。对，咱们结婚。自从他进了咱家，一分钱不挣啊，光找麻烦了。这个媳妇儿不能要了。他现在只有我了，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抛弃欣然的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瓶子里装的什么呀？嗨，这地荒的厉害，去年拔草累得我这老腰疼了好几天，今年我提前用农药杀草，省得到时候挨累。连石，大哥，嫂子，快快来帮忙啊，我家猪跑了。快去吧，快去看。谢然，那你待会儿啊，别乱跑啊。
到了那边，跟人家好好说啊，介绍一下咱家的情况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家死活不让留他了。啊，那你那小侄子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马上就出院了。这只不过是个意外而已，欣然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以后你多看着他点不就行了？我嫂子她娘家人过来闹了，她说欣然不走，她就跟我哥离婚。他们家是我们村有名的刺头，要是不应着他们呀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。何必和一个病人一般见识呢？哎，他是不是想要钱呢？要钱的话我们给。这不是，是我跟欣然我们俩没有领结婚证，我想留他吧，我心里都没有底气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我留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要上班，新月还要上大学，都没时间照顾他。喂，何律师啊？啊，找到新证据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连石啊，他爸的案子有转机了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这等着啊，晚上吃饭。李师哥，我还有一些功课要做，你过来陪陪我姐。姐，跟林师哥待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阿姨，您这么高兴啊？妈，是爸爸的案子有转机了吗？对，律师说找到新证据了，应该能证明你爸无罪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这欣然又多了个人照顾，没准能恢复得更快些。没那么快，律师说案子完结至少还要几个月。哦，这样啊。欣然，你先在家住几天，我过几天过来看你。嗯，德川，德川，欣然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回来接你的。现在只是暂时的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阿姨，欣月，你们好好照顾欣然啊，我走了。莲石啊，那你不留下来吃饭呢？姐夫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先在家待几天，他过两天就回来接你啊。莲石，慢走啊。德川，没想到吧，妈？人家又把我姐给送回来了，你呀，算计错了吧？还过几天再接回去，说得好听，肯定跟张德川一样无影无踪了。哼，男人都一个德行。你懂什么呀，小丫头片子？放心吧，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
吴小姐，这个您一定得收下来，真的。您要是不收的话，回去他们会收拾我的。哎，收下吧。哎，那好吧，我收下了，代我谢谢兄弟们。学我啊，弯腰，弯腰。老二，快起！干啥呀？你舅妈来信儿了，让你下午去他们村相对象去。我不去，爱谁去谁去，我不去。你可不能不去啊！妈要重新张罗着给你找个对象，这是妈的心病。只要你成了家，就算让妈死，妈也安心了。老二啊，你就让妈省省心，去相看相看啊。欣然走了，妈知道你想的，可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，你爸妈没什么文化，没本事，就这么一辈子紧紧巴巴的，也没能给你个好家，是爸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爸妈不求别的，住不住好房子不要紧，将来你养不养活我们也不要紧，只要我们能动一天，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，我们就寻思着让你有个家，那个女人能给你做口热饭吃，再给你生个孩子，哪怕丑点笨点都没关系，爸妈就这么点心愿，就是想让你成个家。老二，你可不能给妈打一辈子光棍。妈，好好好，我不打光棍，我生一堆娃，让他们给你还有爸养老。妈跟你说正经话呢，儿子，别再想着欣然了，欣然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他不是个健全人。不能给你幸福，你得往前干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不想了，我想通了，咱们村里人就得找村里人，实在，我去见人家。姑娘叫大巧，一会儿人来了，不要提人家过去。也不要提你和欣然的事儿，对人姑娘客气点，记住了。哎，来了，快起来。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大巧。啊，哦，你们年轻人唠吧，我跟舅妈出去啊。你炕上坐。哎。我的情况大娘都跟你说了吧，我生过一个孩子也没落下，我男人去煤矿干活出事儿了，矿上赔了30万，我和公婆差不多对半分了。啊，老舅妈都跟我说了，我呢，我没多大本事，也没多少钱，平时在家种地，农闲的时候去外面工地上打工，最近我在柳边厂接了个活儿。
也是因为家里忙，实干实不干的。我看的也不是钱，最重要的还是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。本来没了孩子，我应该能完全重新开始的，可是公婆对我跟亲闺女似的，我也不愿意离家里远了，就想在周围的村里找一家，有时间就能回去看看老人。我就想找个本分的，别走什么歪门邪道就行。这你放心，我不打人也不骂人，我笨，天生对耍钱就不开窍，更不用说什么歪门邪道了。真的，我就这一个要求，让我常见见公婆，每年买点衣服鞋啥的。万一老人身体有点啥毛病，我必须得过去帮忙照顾。我希望我将来的男人能尊重我这个要求。尊重，肯定尊重。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我对外表没什么要求，丑点俊点都无所谓。只要别嫌我穷，别嫌我笨，别天天给我叨叨钱那点事儿，还能孝敬我爸妈就行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大乔，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？彩礼不用，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要什么彩礼呀？关键还是看人。大乔，我今年刚结了一次婚，虽说我们俩没有夫妻之实，但是这一年不能二次，得明年。我都听说了，大没啥。其实今年我也不行，得等明年他满一周年的才可以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闹得还行啊，你当我没头苍蝇啊？都事先研究好了才搭的线，他俩对脾气十有八九能成。那感情好。以后这就是家了。饿了吧？先吃点水果，一会儿就吃饭。德川。认出玫瑰来了，玫瑰，德川，老大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呀？公司那边忙，待不了几天。小宝最近咋样？挺好的，这次考试啊，考了个全班第三。相亲结果咋样？这人还不错。我就说嘛，这老舅妈物色的人啊差不了，那都是老媒人了。这再说了，这还是给自家人找呢。那丫头看上你没？那倒没说，她说她想找一个正经过日子的人。咱家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呐。我看呀，是对你有意思，赶紧给你舅妈打电话，然后在中间问问，如果这事儿成啊就赶紧定了。这么快就定了？对呀，相中了不定，相亲干啥？老二啊，你都二婚了，你还学么啥？该定就定吧。你们让我考虑考虑。你这还考虑啥呀？啊？
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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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欣然。老二，你做噩梦了吧？啊，吓我一跳，赶紧睡吧。喂，林师哥，我是新月啊，我姐失踪了。什么？我姐都失踪十多个小时了，哪儿都找不到，我怕她是去找你去了。那个，你们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欣然走丢了，我得马上去等城里。欣然丢了？欣然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不行，我得过去。你这孩子，你怎这么一根筋呢？这都几点了，让他们家人自己去找去吧。这再说了，都分利落了，你还搅和啥呀？你这让人大巧知道了，人家咋想啊？就是啊。哎，这孩子你非得去啊？欣然，连师哥你来了。哎，连师啊，欣然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肯定能找到的。我们发了好多告示，还在广播上登了寻人启事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可怎么向他爸交代呀？刘春，刘春。这指甲真好看，可不是嘛，炫耀多了。笑)跟那小娘们儿啊，正好一对，脑子搭错线了，不然能干那么虎的事儿？这辈子也是个赖狗，扶不上墙的完蛋货，就认准那傻娘们儿了。妈妈，小宝，过来，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许上你奶奶那院，听见吗？走。好了好了，睡觉睡觉啊。这回我不走了，不走了啊！这回不走了，这回真的不走了，睡吧。连师哥，怎么回事？你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情况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迷迷糊糊跑到一个废旧工地。差点掉进水坑里，幸亏那有人把他拉走了，要不然麻烦了。然后那人报了警，他后妈跟他妹妹去接他，他都没反应，直到我去了，他一下起来扑到我怀里就哭。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丢不下他了。
你说你们，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。芳草啊，这几天怎么没过来呀？妈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这人都领回来了，咱能有啥招啊？他就是放不下那傻子。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人要想办啥事儿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这莲是他心里啊，他就不想放。要是真心想放，我就不信放不下。反正我们小宝啊，是不会上你们那院去嘛，我们都不去了。那傻子，你别过来。芳草啊，你非要整这么绝吗？咱可是一家人呢。妈，我这心里的疙瘩解不开。除非他走，您都不知道这村里人是怎么说咱们呢。我这出门啊，头都抬不起来。晚上打更，白天干点零活，月工资一千，管吃管住，行不？行。好。喂，新月啊，我跟你姐在建材厂挺好的，你们放心吧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莲师哥。我已经是你姐夫了，你还跟我客气啥？有时间过来看看你姐啊。嗯，放假就过去。喂，你找哪位？我是你姐夫。你找谁呀？打错了吧？张德川呢？你不记得了？张德川，你还活着呀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怎么说话呢？死丫头，你姐呢？你还记得我姐呀？当然记得，叫她接电话。接
什么结？你现在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但是我有我的苦衷，我想跟他好好谈谈，解释一下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惨吗？现在你只要跟我姐办了离婚手续就行了。不着急，哈哈。莲石，你们咋来了？咋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们想给你个惊喜。你们就吃这个？哎，我们平时伙食挺好的，都有肉，今天是个例外，想清清肠胃嘛。你说，你非要出来干嘛呀？进来说，进来说。西然这段时间挺好的。挺好的，都知道给我擦汗了。哟，莲师哥，之前医生怎么说他病？说是智力受损，只要坚持治疗就有可能好转。可是他爸的案子还没结，家里资产被冻结了，我也没钱，就没办法。他医保呢？有是有，但是前期资金得自己垫付啊。哎呀，这个咋办呢？除了没本事，还有他。现在世上像你这么傻的人就你自己了，他能碰见你已经够幸运的了。要不然我把肾卖了。卖肾？卖肾是犯法的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身体不好，你娶一媳妇干嘛呀？那我就把地卖了。卖地？严师哥，你把家里地都卖了，你让老爷老太太跟你喝西北风去。大夫说了，他这个病不能拖，再拖下去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了。要不咱们另辟蹊径。咋个另辟蹊径法？找找偏方啊。我小的时候我二舅跟我说过，他们村有一人摔了脑子，就是得了这种病，最后啊就是偏方给治好的。哎，这个好，偏方还没试过呢。要不我去跟厂长请个假，咱俩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。行。这事儿都一个多星期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墩子，你说的那个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，靠谱吗？我二舅当时跟我说，他们村那人摔了脑子，和欣然姐就是一个症状。不过现在联系不上人了，咱们只能贴贴告示，碰碰运气了。哎，那你们找吧，啊，可得小心点儿。别让人骗了钱去。喂，喂，我看了你们发的告示，你们要找偏方。哎，对，是我们发的，你有方子吗？我没有，但我知道谁有。谁有啊？这样吧，
明中午十点到珲春市医院门前见面，当面说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这事要成了必有重谢啊。你看你看，有消息了吧？哎别是骗子啊，还是小心点儿。哦，对了，连师哥，那个明天我有点事儿，可能不能陪你去了，要不让小涛陪你去吧。行。要偏方的，是。到底谁有偏方啊？麻烦你带我们看一下。那这事我可不能白忙活啊。事儿成了，肯定差不了你的。我们村东头啊，有个老头，他家有治这种病的偏方，但是这老头脾气特别古怪，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。他的脾气上来，你给多少钱都没有用。他咋那么怪啊？他就这么个人儿，偏方是真的，人也是真的。能不能拿到就看你们自己本事了。如果你们相信我呢，就先给我2000块钱，我带你们去。如果不相信，那就拉倒吧。你也太黑了吧！就是啊，信没信你自己看办。说都是真的？肯定是真的。我这很冒险啊，我可能白花这个钱。我愿意冒这个险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没事，没事。看着没，老头就在那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进去吧。哎，为啥？这个老头特别古怪，他是知道我带人问他要方子，他会骂我的。能不能要到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啊。哥，他就这么走了？他不能是骗子吧？2000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？咱们进去看看吧，不能放弃任何机会。你们干啥？大爷，我叫何连石，我们来这儿想求您帮个忙。求我帮忙？我都不认识你。是这样，前段时间我媳妇儿她脑子摔坏了，我听人说您这儿有偏方。没有。老人家，你说你这没偏方，那估计就是刚刚那人骗了我们。偏方有，不给。大爷，我们不白要，我们给钱的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出去。出去！哎，大爷，出来！来，大爷，这老头实在太怪了吧，跟个疯子似的。这老头不肯给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只是不知道原因是啥。我怕他是受过刺激什么的。这老头这么倔，我估计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决的。小涛，你先回去吧，帮我爸妈照顾欣然，我留在这儿想想办法。行，那你小心点啊。Thank you.
柯林时曾一度逼迫自己开始新的生活，然而没有了吴欣然的他心如死灰，他压抑着离别的思念，忍受着放手的痛苦。当得知欣然突然失踪的消息时，贺林石再也按耐不住心中对欣然的牵挂。他知道那段相伴相依的日子已经让他彻底爱上了吴欣然，而欣然对他的依赖和信任更是让他难以割舍。贺林石不顾旁人的冷眼相看，他愿意为欣然付出一切。贺林石坚定的爱似乎也开始打动父母的心，大家想到找偏方的办法，如果可以治愈欣然的病，那么贺林石与欣然的感情便能少一道阻碍。他们所找到的这个脾气顽固的老人真的可以帮助贺林石吗？而张德川突然再次出现，贺林石还将面对什么考验